我是2013年加入賣會的，那時的崗位就是做一個會員關係主任。我其實是一個很喜歡做運動的一個人，在現在這個地方做事其實環境真的很舒服，公司它有賣健身室給同事去使用，在香港我相信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可以給到一個這麼理想的環境去工作。這份工作令到我明白，當你幫到人的時候最開心的就是你自己。公司其實有它自己的一個義工隊，所有同事都可以去幫助這個社會。